这样才算道歉。哎呦，这不是林哥吗？我发现你这个人怎么离了我之后，沦落成这样。滚滚滚！像他这样的，也就只能和这种档次的男人鬼混了。说什么呢你？我男朋友可是万豪集团的董事长，又帅又多金，也不知道比你俩强多少倍。<笑>我看你啊，是撒谎不打草稿，一种形式向来低调，根本没几个人见过。没人见过他。正好明天万豪集团要举办一场 cos 舞会，记得带上你的未婚夫给我们认识认识啊！好，明天我就去参加舞会。你拿着易总的名义招摇撞骗，不怕他给你进去是？关你屁事！你人呢？啊，不好意思啊，我找到真爱了，我不去喽。你怎么说话不算数呢？我可是交了1万块钱定金呢。李小姐，这可是假扮万豪集团总裁，再说了，你这一万块钱是人民币啊，换算过来才3000块钱呢。你这是诈骗！ 大家快来看呐，这位可是万豪集团总裁未婚妻哦，怎么今天易总没来呢？他临时有事。这穿的什么呀？是搞什么行为艺术吗？丑死了！不是蒙面舞会吗？对呀，笑死人了！穿的什么呀？<笑>是你说的 cos 舞会？你耍我？哎呀，我说了嘛，像他这样的土包子，万豪集团的总裁怎么可能认识他呀？就是，也不能镜子好好照照自己。 满口谎言，死骗子，滚吧，滚啊！不好意思啊，手滑了。林哥，是你？我刚出点完事就赶过来了，我没错过什么。哎，你谁呀？大家好，我是万豪集团总裁易阳，初次见面就迟到，请大家多多海涵。 你说是就是，那万豪集团的总裁易总，那见过的人可是少之又少，你拿什么证？我倒是有一个办法。说万豪集团的易总啊，以前是击剑队的冠军，至今对击剑也颇有研究。你要是能打赢他，我们就承认你是易总。没问题。要不还是算了吧，搞不好要出大事的。带林小姐换身衣服。林小姐，这边请。 你来真的？废话，别输了！你好棒啊！我就知道你会赢的，真没用！小心！ 大家不要被他们骗了，他根本不是万豪集团的总裁，我这又从狗仔手上买来的私密照，从未对外泄露过，请看大屏幕吧。这个就是易总啊，好帅呀！有本事就把面具拿下来，让大家看看呗。给我们看看呗，给我们看看吧。这不就是吗？什么？怎么可能？未经本人允许。 发布照片和视频，侵犯他人肖像，我看你们公司是不想再接混了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有眼无珠，我向您道歉。这样才算道歉。